第一课，Unit One，友谊天长地久。课文：新学年开始了，第一天上课，我差点迟到了。因为昨天晚上，我跟我的好朋友佳佳聊天，聊到很晚。今天他和他爸爸妈妈要去马来西亚了。佳佳是我的邻居，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学校，但是他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。下午，佳佳经常来我家玩儿。我也经常去他家玩儿，我们过得很快乐。上个月，佳佳告诉我，这个月他爸爸要去马来西亚工作，所以他和他妈妈也要一起搬到马来西亚，我听了心里很难过。佳佳说她会经常给我打电话，我也可以经常给她打电话，希望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。